还有来看到光复乡马博社区发展协会在水保局、花莲分局等农政单位的支持协助下，从2016年起配合槟榔转作种植了苦茶树。那么在农民的生产的苦茶树在出征比利时 ITI 国际风味品评大赛当中荣获了最高三颗星风味绝佳奖。那么农民在今天特别举办了记者会分享成果的同时，也宣布了3000瓶得奖的苦茶油也正式上市。从2016年开始，光复乡马佛社区一群小农配合农委会槟榔转作种植苦茶树，希望在保护国土之下也能培育制作出品质出众的安全好油。去年是采收了820公斤，今年采收了1300公斤、嗯、那小果呢就全部提供给天水生态农场、哦、给他们收购，我、哦、跟他有打气座。和许贝燕一样，和马博社区以及天水生态农场气座共同栽种有机苦茶树园的农民共有35位，栽种面积达18.16公顷。这一次农产生产冷压榨的苦茶油出国参加 ITI 在比利时所举行的国际风味品评大赛，荣获最高3颗星风味绝佳奖，为台湾的世界级美味油品再添荣耀。那这个绝佳3颗星奖是 总平均的分数要90分以上才有3颗星奖。其实就是得冠军、嗯、我们出国比赛得冠军、嗯、第一次参加到得冠军。在水保局、花莲分局等农政单位支持辅导下，农民全面以自然农法栽种管理，今天交出漂亮成绩单也令上级农政单位肯定。今天这个天水生态农场他们刚好就是符合我们这个社区农企业的这个辅导的一个标准，他提出的计划经过我们水保局的审核通过，那我们就补助他一部分的经费来做整个产业这方面的值的提升，跟我们那个苦茶油生产的一些设备的提升，那将来把做出更好的品质来可以行销出去，那让我们社区的这个企业可以有序的经营下去。光复乡马博社区与天水生态农场今天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分享获奖成果，同时办理2023年新品苦茶油上市发表会，地方农政单位机关首长也都特别到场庆贺。农场人员庄英明表示，获奖的新品苦茶油250ml 单一包装仅有3000瓶，也欢迎消费大众以行动支持台湾优质的养生好油。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